是一个双人间，然后这边呢还会放一个沙发，这个沙发也可以当做一张床。这样的房间全船有2125间，就给乘客用的。这个里面有5间诊疗室，这间是个手术室，而且是带负压的手术室。然后这个就是病床、无影灯都已经装好的一间房间。